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特别喜欢的手表事业，因为我本人呢，对于奢侈品来讲呢，是最喜欢情有独钟的就是手表。因为跟手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缘分呢，让我有机会跟一个民族品牌万西全品牌陀飞轮品牌结缘，让我参与到这个品牌的投资。而这个平台呢，是让我不仅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所在，而且是让我能够有机会发挥我的无限创意，我的所有的网络资源能够结合的一个很好的平台。其實我哋兩個未正式認識之前我已經幫萬希全拍了幾次了，都拍得幾高價。係啊，所以我已經我對你是非常之崇拜啦。後屘咧又幫你做慈善拍賣啦，之後又成為咗萬希全嘅客嘅喎。哇！真係多謝你，咁嗰次好開心啦，我就同金玲姐分享話，我哋公司有好多古董啊，好多手錶啊，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木嘅雕刻啊、音樂盒啊。金玲姐嚟到之後，意外驚喜就好中意你嘅手錶，原來你都對你錶係好有感情嘅。不單止對你哋嘅錶啦 ，uncle 嘅嗰啲音樂盒嘅收藏啦，同埋嗰啲木雕啦，其實我都好中意，因為其實呢啲都係一種收藏嘅藝術，都係一種一脈相傳嘅同啊工匠精神一脈相傳嘅一個精髓喺度。我是由一個手錶的愛好者、收藏者去進入，然後進而可以幫這個一個民族品牌去推廣，令到更多人分享到這個這麼好的品牌。我都很多謝萬希全，很多謝 William 一家人可以給我有這個機會。我自己在這個過程中都學識了很多東西。哇，我們好像經歷了很多一樣，即是幾年好像是，還有又很難得今年二十周年，金玲姐又特登創作咗，我哋開會都開咗好多次，係啊，不過呢個係初版嘅，仲係初版啫，仲會再靚啲嘅，係啊，仲會再精藝求精啲嘅。因為認識金玲是在一個很偶然的一個怎麼樣說一個好朋友的一個晚宴上碰到的，然後我覺得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努力工作的，在這一點我覺得我們兩個非常非常的像。